明明，睡觉了。第一次带黑米出来，第一次和黑米住。刚才躺在我身上，特别乖。来，你在干嘛？嗯，小杨，这不像你的风格啊！像往常这个点，你早就睡得呼呼的了。在家的时候，早睡早起。他今天晚上可能和我是在一块兴奋的。不睡觉，什么？那过来，黑米，那咬啥呢你？从哪把我胶带咬过来？咬胶带呢？这么咬？哎呀！睡觉睡觉了，睡觉了啊，睡觉，睡觉，看你晚上睡觉乖不乖？嗯。你啥都想咬，哎呀，连灯泡你都想咬。那往你求去，往你求去，你不要乱咬东西，你这乱咬东西的毛病还是改不了。睡了睡了，睡了睡了睡了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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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睡吧睡吧。车里面虽然外面冷，但是车里面一点都不冷，车里面还挺暖和的。睡觉。哎呀，累死了，开了一天车。嗯，黑米睡着了，他呼吸声这么重。哎，咋就醒了啊？悄悄的醒了。睡吧睡吧啊，早睡早起，小宝贝儿。没想到睡觉也挺乖的，但就是放屁，哎呀，受不了。一会儿放一个，一会儿放一个，给我臭的！哎，咋了？知道我在说你放屁呢？头还看我一下，什么意思？真乖啊！好，睡觉，晚安，晚安。啊，起床了，黑米。他昨天晚上就这样啊，他自己那边不睡，他睡我这边，给我挤的就只有这么小块地方了。嗯，好，还蹭呢，看把他舒服的。主要是他没和我在一块睡，昨天晚上起来挺兴奋，但是晚上睡觉打呼噜呢。哎，我都没有休息好。说实话，真的是好久没在车上睡了，突然在车上睡真的有点不适应。哎，但是看他睡的还可以，呵呵，小样啊，起来收拾收拾，早上吃点东西吧。嗯，哎呀，这躺着舒服的。起床了，赶紧带黑米下来溜一溜。哇，早上真的冷，我早上起来又把保暖裤穿上了。没想到天气这么冷，昨天晚上好像下了点雨，但是昨天晚上黑米睡觉还挺乖的，还好，适应性特别强。赶紧上厕所，我现在必须要训练他上厕所。哎，在这撒尿，你能不能把腿张开啊？我勒个天哪！我发现第一次带黑米出来，黑米还挺给力的，他不在车上乱拉乱尿，这又挺好，这个习惯好。他知道那是他睡觉的地方，他不会在车上乱乱尿的。哇，真的冷！带黑米上个厕所，得收拾洗漱一下。这就是我那天买的重新买的卡式炉。还行，这个卡式炉比我上次那个好多了，那个太小了，主要是。得洗个头发，不洗头发不行，不洗头发我感觉我能难受一天。从自驾游在外面习惯了之后，每次用水都特别节约用水。啊，喜欢就是舒服，
早饭的话，煮上四个鸡蛋，我一个，黑米一个，然后鸡蛋可以放，没事，晚上或者明天都可以吃。鸡蛋熟了，开始给黑米做饭了，他先吃，吃完我再吃吧。他现在的饭量挺大的，今天给他做个这个吧，拌点这个，一会儿再给他拌个鸡蛋。哇，这个像什么？哎呀，好像那个东西，整个挺香的，这里面。这个鸡蛋刚熟了，我用凉水泡一下，好剥，看一下，应该熟了，没啥问题。之前煮鸡蛋都不用凉水过，感觉就剥不掉，一直粘皮的。看黑米，被我训练的，是不是挺乖？刚才又给里面加了点水，要不它吃太快，噎住了。吃吧。吃完饭，咱收拾收拾就得出发了。我一会儿随便吃点吧，先给你的早饭做好。这舔的是真的干净，发现没？黑米每次吃完饭，把盆舔的都特别干净。来，旁边舔干净，我就不用洗了。现在又开始下雨了，我就随便吃点，然后就接着出发了。上，上，上，对，上。看他聪明的很，我就教了一天，昨天一天教了两次吧，就会了，就会上下车了。现在很聪明，学东西特别快。上去吧，好，我稍微吃点，再出发。